一样重按，轻提，加一点粗细，点偏上，急，哇，偏重，重按，偏重，偏重，偏重都不能写太轻啊。中间写的比较宽呐、啊，这特有的造势手法。来写的越写越低啊，这个字重心是偏低的，重心偏低啊。拉长，下面偏扁，有点弧度。赞叹赞叹赞，他的赞习惯写成这样啊。靠近一点，这下面四个点也要靠近一点，因为底下还有个背。有时候写字的时候都已经照他们的习惯都已经算好了，不然会挤不进去啊。撇点拉长一点，赞叹直接来一个行书，这不是行书，这应该接近草书了。点还是拉长，部位出现很多次了，他也有尝试过变化，不过能变的空间真的是有限，这拉的比较长，比较尖。